字呀。人心清净，看东西看得清楚啊。人心浮躁，看东西决定看错了。所以我们相信佛菩萨的教诲，相信古圣先贤的教诲。凭什么相信呢？他们的心清净。他们受染污比我们少啊。我们现在的心思是大风大浪啊。这个自己也清楚啊。我们的心被严重的污染。一天到晚是非人我。贪嗔痴慢天天在增长啊。我们对宇宙人生的事理怎么可能看清楚？依照自己的妄想执着去行事，哪有不造恶业的道理？今天学佛要想有成就，要想得一点受用，决定要放弃自己的成见，要承认自己的成见是错误的。要赶快回头，回头是岸。依照佛菩萨的教诲呀，修学，从根本做起。这个观经的三福教导我们，从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、慈心不杀、修十善业做起。那么什么叫孝？什么叫养？没人知道啊。什么叫奉祀？也没有人知道啊。现在大家看到这些字样，自以为是，我都做到了。这个就难怪了，他自己都做到了，他都做得很好，都做得很圆满了，那他就成佛成菩萨了嘛。